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小助理要来给李哥发货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李哥的货。准备去寄快递啦。Thank you.
李哥，现在你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哦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看上喜欢的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